天丝对于你来说也许陌生，但红牛则是每位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名字。享誉全球的能量饮料，红牛是天丝集团旗下众多品牌之一。天丝集团创始人许书标先生心系祖国，一直期望将红牛植根故土中国海南省。集团现任领导者许新雄先生继承父业，持续回馈家乡。2018年，天丝集团引入新的合作伙伴以及全新的商业模式，后来更在中国正式设立分支机构，从而开启了正宗红牛产品在华的生产和分销之路。天丝集团在泰国创立，于中国植根，足迹遍布全球。得益于企业的战略布局，我们随时随地将能量传递到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深耕市场的同时，天丝集团不忘为环境保护与构建社区贡献力量。我们深信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企业创造光明的未来。天丝，一个陪伴在你身边65载的名字，一个为世界注入能量的名字。你好，我们是天丝集团，很高兴与你再度相识。天丝，激发潜能，共创美好未来。